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x 不属于 y， 而且 y 不属于 z， 而且 z 不是属于，我讲错了， x 不等于 y， 而且 y 不等于 z， 而且 z 不等于 x， 也就是说它两两不相等，那它的否定是等于多少？它的否定哈，我们看里面这个叙述，这叙述 x 不等于 y， 而且 y 不等于 z， 而且 z 然后不等于 x 嘛，它给它取否定，它的意思就是说哈，就是说 x 哈等于 y 或 y 等于 z 或 z 等于 x。也就至少哈有两个数相等，哦，它的否定叙述就这样子，所以呢 ，A 选项不对了，他说 x 等于 y 等于 z， 不一定啦，就是说最少有两个数相等，应该选 B 啊，哦 ，B 的话就是 x 等于 y 或 y 等于 z 或者是 z 等于 x， 啊，你选 D 也是可以啊 ，D 的话就是说不全相异啊，至少有两个相等。不全相依，也是可以的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 跟 D。